11月17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傳喚了推特執行長多西和臉書執行長扎克伯格作證，直接原因是這次大選前，推特和臉書一度封殺《紐約郵報》有關亨特·拜登的硬盤門報導，被認為是故意干預大選。What I want to try to find out is if you're not a newspaper at Twitter or Facebook, then why do you have editorial control over the New York Post? 推特執行長多西作證中承認他封殺行為是錯誤的。Upon further consideration, we admitted this action was wrong and corrected it within 24 hours. 不過專家認為多西給出的解釋並不合理，道歉亦都缺乏誠意。他说是引用了2018年的一个法律，说黑客窃取的信息不能使用，但这样的解释是缺乏任何可信度的，因为当时《纽约邮报》的说明就是来自于修理卷。在庭程中，共和党参议员纷纷批评推特、脸书等科技巨头一面倒地压制保守派言论，严重影响大选。多西作证中亦都承认他的内容审查操作存在很大问题。We do not have transparency aroundhow we operate content moderation, the rationale behind it, the reasoning. 他们目前所谓的信息源主要是来自于媒体，而我们知道今天主要的媒体呢是由左派所控制的，所以结果就相当于完全用左派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来去审查整个的互联网的信息。呢次大选，大型互联网公司通过不透明审查压制支持特朗普同保守派的言论，操纵用户所能睇到的信息内容，干预选举。共和党参议员希望尽快改革通讯规范法第230条，以限制这些公司享有的豁免权保护，迫使他们承担更多管理社会媒体平台内容的责任。